大家好，我是 Epicia，今天来做一期历史上的于禁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于禁，字文泽，生年不详，泰山聚平人。公元184年，黄巾之乱爆发，当时受到大将军何进的征辟，就任骑都尉的鲍信在外招募了千余名士兵，而于禁就在这千余名士兵当中。8年后，公元192年，在经历了大将军何进被杀、董卓进京独霸朝堂以及讨董联盟的失败和破裂后，又在兖州刺史刘岱与黄巾军交战，战败被杀，鲍信就帮助曹操当上了兖州牧。于禁和他的小伙伴们都被封为都伯，在将军王朗的手下听令。但王朗觉得于禁与众不同，就向曹操推荐了这个有大将之才的人，曹操就召见了于禁，拜于禁为军中司马。就这样，于禁绕了那么一大圈，总算是正式加入了曹操的麾下。1年后，公元193年，曹操命于禁去进攻徐州，攻打广威，攻下来后，于禁就被任命为了县城都尉。又1年后，公元194年，被吕布偷了家的曹操只好从徐州退兵，带着于禁去鄱阳进攻吕布。于禁率兵攻破了吕布在城南的2个营寨，又在许昌打败了高雅。后来，曹操带着于禁去进攻寿张、定陶、离湖，在雍丘围攻张超，全部都获得了成功。再后来，曹操带着于禁去征讨黄巾军刘辟、黄绍等人，黄绍在夜里偷袭曹营，于禁带领着部下迎击，大破黄绍，斩杀了刘辟和黄绍等人，黄巾军全部投降。这战之后，于禁升任为平鲁校尉。再后来，于禁围攻袁术的部将乔蕤，斩杀了乔蕤等4名敌将。公元197年，于禁跟随曹操到宛城，张绣先是投降，然后又反叛。曹操与张绣交战，战败后，军队退回到了武英。当时曹操的军队十分的混乱，只有于禁约束自己的部下，且战且退。虽然有死伤，但并没有溃散开。当追兵减慢追击的速度后，于禁开始整顿队伍，敲着战鼓后撤。在还没有回到曹操大营之前，看见了10余个衣衫不整的人。于禁上前一问，他们回答道：“被青州兵抢劫了。”而这些青州兵就是当初投降曹操的黄巾军，曹操对他们十分的宽容，所以他们才敢抢劫。于禁大怒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青州兵现在也是曹公统领的了，怎么还敢做这种强盗贼匪的事情？”随后就领兵前去追讨青州兵，责备他们的罪过。这些青州兵就跑到曹操那里去打小报告。于禁抵达曹操大营附近后，先设立营垒，没有去拜谒曹操。有人就劝于禁说：“已经有人在曹公那里告状了，你赶紧去曹公那里解释一下吧。”于禁却说道：“现在还有敌军在后面，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来到，不先准备好了，怎么抵御敌人？况且曹公聪明明智，他们诬告我又有什么用？”于禁立完营寨后去见曹操，跟曹操说明了一切。曹操听完后开心地说道：“当时我都已经急得惊慌失措，而将军你能在混乱中整顿军队，追讨那些有暴行的人，在安营扎寨，有着不可动摇的品行和节操，即便是古代的名将也无法做得更好了吧。”于是记录下了于禁的功劳，封他为益寿亭侯。公元198年，于禁再次跟随曹操去攻打张绣，还在下邳活捉了吕布。1年后，于禁和史涣、曹仁一起斩杀了割据在河内的桂固、许固、睢固、西固、崔固。我们还是叫他白兔好了啊，反正他也不会再出现了。1年后，公元200年，曹操开始讨伐袁绍。这时的袁绍兵强马壮，兵锋正盛。曹操以于禁为先锋，给了于禁2000士兵守卫在延津抵御袁绍。曹操则自己带兵去官渡。这时刘备又在徐州反叛，曹操就率兵东征刘备。袁绍也趁着这个时候进攻于禁，于禁坚守营寨，袁绍无法攻下。于禁就和乐进等人率领5000马步军攻击袁绍的别营，攻取了2个县，焚烧了30多个驻地，斩获俘虏了几千人，20多名援军将领投降。随后，曹操又派遣于禁带兵驻扎在元武，又攻破了援军的1个营寨，于禁就升任为皮将军，跟随曹操返回官渡。这时，曹军和援军都把自己的营寨连接起来，筑起土山对峙。援军的士兵向曹军营中射箭，曹军有很多的死伤，士兵们也都感到十分的恐慌。而于禁却督守土山，奋勇作战，激励将士们的士气。后来，袁绍战败，于禁升任为偏将军。
在公元201年的时候，刘备被曹操打败，逃走，投靠了刘表。一年后，公元202年，刘表派遣刘备北伐，打到了邺县，曹操就派李典、夏侯惇、于禁去抵挡。一天，刘备烧了军营退去，夏侯惇率兵前去追赶，李典就劝说道，敌军无故退兵，肯定有埋伏，南边的道路狭窄，草木茂盛，不能追啊。夏侯惇不听，带着于禁去追，李典留守，果然中了刘备的埋伏。还好这时李典率兵来救，刘备看见援军来了，就撤退了。在一年前，公元201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叫昌豨的人割据在徐州，后来在张辽的劝说下投降了曹操。五年后，公元206年，再次反叛，曹操就派遣于禁前去征讨。于禁猛攻昌豨，因为他们是老相识了，所以昌豨就投降了。当时众将都认为昌豨既然已经投降，就应该送到老板曹操那里去。于禁却说道，你们难道不知道曹公的命令吗？被包围后才选择投降的人不能赦免，我们应该遵奉法令行事，这才是侍奉君上的气节。我和昌豨虽然是旧友，但不能因此而失节。随后于禁和昌豨诀别，流着泪斩首了昌豨。曹操听闻后感叹道，昌豨不投降我而去投降于禁，真是命啊。曹操因为这个事件也更加器重于禁。东海平定后，于禁被拜为虎威将军。公元209年，于禁和臧霸一起去进攻梅城，而张辽、张合则去讨伐城兰。于禁率兵到后，梅城带领着3000人直接投降，随后再反叛，跑去投靠城兰。当时张辽正在和城兰相持，但军中的粮食已经不够用了。幸好于禁运来粮食，张辽就出兵斩杀了城兰和梅城。此战后，于禁的食邑增加了200户，加上以前的总共1200户。当时于禁和张辽、乐进、张合、徐晃都是名将，曹操每次出征都会任命他们为先锋或者殿后。于禁持军严整，得到敌军的财物也不会纳为私有，因此赏赐特重，但因为他以法来约束部下，所以很不得人心。曹操因为痛恨朱灵，想要夺走他的兵权，而于禁有着很高的威信，就派遣于禁带着命令去了朱灵的军营。朱灵和他的手下都不敢妄动，于是朱灵成为了于禁手下的督军，众将士都被镇服。后来于禁升迁为左将军，持节钺还增加了500食邑，于禁的一个儿子被封为了列侯。公元219年，曹操在长安派曹仁去讨伐关羽，又派遣于禁率兵前去支援。当时是秋天，天下暴雨，汉水泛滥，平地的水深好几丈，于禁的部下大军都被淹没，于禁和众将只好登高望着汪洋大水，无法躲藏。关羽坐船进攻于禁，于禁就投降了，只有庞德没投降而被斩首。曹操听到消息后感叹道，我认识于禁已经有30年了，怎么面临危险的时候反而不如庞德。后来孙权击败关羽，俘获关羽的部下，于禁就去了吴国。曹操死后，曹丕继位，孙权向曹丕称臣，就遣返于禁回国。于禁回国后，曹丕召见于禁，看他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，面容憔悴，叩头流泪，曹丕就安慰他，封他为安远将军，想派于禁出使吴国，但在出发前先让于禁去邺城拜谒一下曹操的陵墓，又预先让人画了一幅关羽战胜、庞德宁死不屈而于禁投降的情景。于禁看了后感到无比的惭愧羞愤，发病而死。他的儿子继承了益寿亭侯，于禁也被赐予谥号厉侯。拜拜。